最后入闸我做到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赛事，四班一六五零，第二暂时系十，王琦居随时起步。好，嚟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啊，大家都平排出闸嘅，前面快少少嘅马，中间系马骁雄嚟噶，领仓动力红眼罩摆前啲啊，第三位有川河首区，第四位出边我做到啊，内栏第五耀宝区，中间第六就系灰马呢只富喜来嚟噶。咁啊，内栏位置咧，第七位仲系健康之星，中间浅蓝衫粉红眼罩咧就威威斗士啊，外边咁啊得佢望空咗啫，就系极速之子嚟噶。后边三只分别系海船七福、澳龙区啊，暂时垫后黄沙系金丝圣象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完呢个满贯弯咁滞啦，放头嘅马就系嗰只马骁雄啊，领仓动力就跟住个第二位啊，守住内栏第三系川河首区啊，第四位外边望空咗上咗去就极速之子啊，中间第五系我做到啊，出边第六橙心啊澳龙区啦，内栏第七咧仲系耀宝区，响佢隔篱第八位啊就系灰马浅蓝衫富喜来嚟噶，后边四只健康之星。威威斗士啊，尾二海泉七福啦，黄衫红帽暂时爆尾，系金丝圣象嚟噶。去到对面直路尾过呢个六百米段处咯，前面放头嘅马匹咧，依然都仲系嗰只马骁雄嚟噶。响佢外边咧就领创动力啊，第三位咧就极速之子内栏，第四川河首区啊，第五位啦，外边啊我做到啦，内栏第六咧仲系耀宝区啊，马林后边咧仲系富喜来啊，等内栏紫色眼罩尾四入直路健康之星，后啲先有威威斗士海泉七福掟大外到澳龙区包。咩金丝圣象啊！好啦，最后二百米到啦，领创动力出咗嚟先，川河首区开始追佢，再后边噶嘛，仲系只马骁雄啦，入边系耀宝区，出边上紧嚟系富喜来，中间我做到，接近终点，川河首区终点前将领创动力赶过咗，跑第三名噶嘛，埋边系耀宝区第四名，似乎马骁雄嘅机会高少少啊！结果今场赛事以为有惊喜噶，领创动力跟前出咗头先。但系敌唔过较为有经验嘅马，就系嗰只川河首区啊。第三应该系埋边嗰只耀宝区，第四名系马骁雄啊。咁啊，二号川河首区报万咁啊，保中啦，帮呢匹马最后四点三倍啊。啊，跑第二名咧，九号嘅领创动力啊，热冷门啊，董明朗咁啊，临尾都着格噶，独赢啊。第三名咧就系耀宝区啦，四号马潘顿，第四名咧六号啊马骁雄田泰安。都是步速比较慢啲嘅，真系冇乜马放。方家柏一零九九咯。咁啊，布曼赢翻场，都以为只九号抽鸡到啊！仲有大千里象巴萨诺亚，方家柏。后边就何泽尧啊。系啦。
好，睇下预计派彩，跑第一名咧就系二号嘅川河首区，独赢派43.5，位置派16.5；跑第二名啊系九号嘅领创动力，位置派100元；跑第三名系四号耀宝区，位置派17.5；跑第四名咧就系六号嘅马骁红，赢二搭九派912元；二重彩二号九号顺序派1630元；三重彩二号九号四号顺序派11184元；单贴就派1188元。位置 Q 二搭九派262元，二搭四派41.5，四搭九派263.5。真系澳洲啊，往到翻嚟香港啦，川河系啊，尾就中嗰只啊。啊，方家柏赢咗呢只先，咁啊后边两只都系比较杂摇啊。马骁红啊，放头咁样啊，第四翻到嚟。佢又放头又唔系咁好，不过冇马走啊，焗住走啦。焗走啦，佢出咗嚟咁啊。佢都好慢噶啦，其實前面啲步速撳到，係啊，非常慢添。係啊，咁能力就真係咁上下，形勢已經夾咗噶啦。所以川河手區都唔係好後嘅，好前嘅做。佢同上次完全唔同啊。係啦、啊。不過佢唔係騎嘅，佢係順勢出嚟。住咯，係啊，守住個包箱。咁反而佢正咯，因為你虎落嗰啲又蹬到後步速又慢。係啊，健康之星啊，嗰啲全部冇得追啊。咁啊，三 T 嘅尾關有隻。大冷門入咗嚟啊！好啦，又嚟睇翻巡邏影片啦。起步啦，五檔嘅富起來咧有啲唔順嘅啫嘛，輕輕側側地伸出嚟啦。但係佢唔係落後嘅，因為個檔位 OK 嘛。咁就早段咧都估唔會太慢，即係唔會太快步速啦，冇慢就都估唔到咁慢嘅。頭兩段咧慢咗有2.6、2.7喎，變相令到前面啲馬賺曬啦。馬驕雄慢放，領創動力咬住第二，內欄第三就是川河首區啦。我做到翻嚟都唔斷噶，都係第五到翻嚟嘅啫。埋邊咪耀寶區咯，咁啊變相前面啲馬咧著數曬啦。咁啊外邊極速之子咧本身都已經難留啦，再望空咧更加都唔使跑啦，成身都濕曬啦已經。傲龍區跟佢啦，埋邊就富起來，威威鬥士就尾三尾四度啦，內側就健康之星，海船七福就尾二，巴尾咧金絲成將噶。咁慢步速咧，海船七福喺直路咧都有少少走勢啊，佢塞咗㗎，一陣間可以睇下。嗯，睇翻前面啦，咁慢步速咧極速之子啊，冇辦法啦，三段望空咗，本身又急啲。呢度不過都好㗎啦，因為我做到跟啊跟啊跟唔到嗰個位，佢俾佢攝咗埋嚟有啲遮擋。咁我做到等候一啲，全程走外邊三段啊，嗰只傲龍區。呢啲走位啊難搞啦，因為川河首區啊有後鏡又跟到前面一堆咁啊。正啦、啊咁啊，耀寶區都跑翻出好啲嘅水準啦！呢場啊，喺個內檔潘頓，富起來咁啊，都係受制個步速啦，今日都比較慢啲啊。係咯，掟出去佢都有追翻啲嘢。海船七福就埋邊喎 ，Michael 啊。係啊，呢度有少少咧，擲下擲下咁樣，臨尾一收窄佢都騎唔到啊！你包住咗。哦，都係喎，都有啲湧下喎。係啊，冇跑過。嗯，留意走勢。咁啊，第七場賽事到福榜完畢。位置 Q 派彩二搭九派262元，二搭四派41.5，四搭九派263.5。二重彩二号九号顺序派1630元，四连环二号四号六号九号派2759元，四重彩二号九号四号六号顺序派84523元。孖宝头关九号，尾关二号派243元，头关九号，尾关九号派677元。第三号孖 T 头关一号、九号、十一号，尾关二号、四号、九号派272421元。三 T 今晚就无人选中胜出组合。咁啊，无人中正奖，安慰奖头关一号、九号、十一号、次关一号、九号、十一号、尾关任何组合咧，就派145647元。咁啊，有多宝啦，又系带咗去4月17号嘅3T彩字啦，到时会有超过165万嘅多宝彩金。分段时间：头段29秒64，第段24秒67，第三段13秒74，末段23秒69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41秒74。